斤这个火的酱，这个火的照上那家，这个家伙这吸出来也下不着，就是拍完那溜了一滴滴了哈。没想过这个，你已经卖他的香油了？我讲要一瓶，有要一瓶，有要一瓶是吧？哎，想一想，我给孩子少了四六斤。哦，少了四六斤，叫孩子尝尝。我贴他的标签来。几的五便宜吧，广能出香油吗？不是，还能出其他的油吗？啊，光出香油啊，这个香油香香的很。下面出来的这个香油渣渣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啊，倒进去，然后出来的都是香油，是香油渣渣。又卖一片，回头可比较多，这个时候。好好好。